看到这个就很赞呢，我是刚刚列车长的110年。哇，上次看到那个凤翼天翔110年，这就是光之穹顶美丽岛站，然后赶快走，因为16:50，110年，然后8月29号，高雄捷运美丽岛的光之穹顶大厅，16:52所拍摄的是。这个就是四神兽，有没有？这个是我看一下，玄武就是乌龟，然后凤朱雀就是那个对红色的火鸟，白虎主健康，生龙活虎，青龙事业有成，青运，凤凰财运亨通，点石成金，黄金凤凰，哇，凤翼天翔，哎，啊，对，我刚才拿出那一张，噔噔。这一张有看到吗？合体了，只可惜这次来高雄捷运那个光顶秀，对吧、啊？都暂停了，因为疫情关系所以暂停。那么、哎、上次那个永远永生难忘啊，凤翼天翔的那个，对啊，啊，如果你喜欢影片，可以帮我赞门，多多丢我们的 H 光片，只能说无奈啊，对啊。感谢各位支持，就那，拜拜。凤翼天翔，超级感动的，对吧？至少我有看到，对吧？至少看到他的那个光影秀，连上面现在都没有了。感谢各位支持，再见喽。